这是车载点烟器一拖二的接头，点烟器、行车记录仪、充电口都可以用的。今天咱们就拆它了啊，看看里面内部构造。这是点烟器，这是带数字显示的一个插口，这有两个螺丝，这两个壳拿下来了，这是中间的，这是泄露板，焊两个 USB 接口，这还带个数显呢，两个小线包，两个电容，三个电容，底下不好整啊，底下有胶啊，这是个小弹簧，行了，拆碎了，这一个正极一个负极，这样式的，好了，给它装上啊，这是带弹性的，做工太粗糙了，然后把螺丝一上，这不敢用啊，看这大缝啊，看里面的大缝啊，拆一个废一个，这个拆完了不敢用了，做工粗糙容易漏电，行了，就这个玩意儿。
开完不敢用。